头前才较凉了哈，咱坐较晏了哈，哎，啊，我们的摄影师比较不怕太阳，没关系啊，尽量靠近一点。啊，我们的小野说希望给他拍得漂漂亮亮的哈，哎，最美的那一呈现把它呈现出来。这个风这么大，应该很难照好看吧？那个头发真的伤脑筋，真的没办法。对对对对，随缘的。哎，什么？我说头发随缘。好，没办法，那没办法控制的哈。哎呀，那虽然说哈，那摄影师大哥哈，哎，帅哥哈，啊，大家拢赶到现场，拢嘛唔惊咯。啊，咱好朋友哈，哎，头前遐有椅啊，大家也我来坐哦。嘿，哎，坐咧看咱今仔下晡的节目啊，今仔日风爱透安尼吼。啊，咱的头毛较袂安尼，跟他封28年，真的，你应该把它绑起来呀。对啊，因为没带到，等一下再来处理。然后我们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。好，咱今日直播吼，跟他爸长安尼，嘿，嘿，今数十名，有有有，美术名嘞哈，哎。这个大家好，今天看我来欣赏咱下晡的节目。啊，咱注意，阿伯来到现场，等下来到现场，再来邀请客台顶哈。啊，甲你感谢哈。啊，咱嘞，我昨昏有来咱嘞内底吼，诶，参观一下哈。哦，咱嘞鲜花真的很多哈。我们现场好朋友嘛，有人哈送鲜花来啊，内底哈，诶，甲咱看看哈，看咱嘞新娘。诶，暗时也多好，甲伊请入来，请哈，诶，请入庙哈，大家邀请咱好朋友大家来啊，甲咱红香哈，来，我一首感谢啊，咱这段安排什么关系来？阿爸一首来一根哈，会比较感觉那个脚哈比较修长，然后看起来更美，腿更长。那我们的小姐们最喜欢她夸她的腿比较长，腿比较长啊？对对对，比较修长，因为我长比较高，所以比较长的那个。那穿高也有优点，但是也有哈，优点就是啊，看得比较比率哈。都刚刚好的，是。那刚刚下去哈，跟我们现场好朋友啊，做哈，哎，做一个朋友哈，做一个交杯。啊，我刚刚在现场好朋友，反正非常热情啊，哈。对啊。嘿，然后今天我们晒个美光浴，明天的皮肤都刚刚好。然后如果说你想更均匀的话，不妨把这个拿掉，然后更均匀这样子。真的。那我们前面这一件。啊，里面还有，里面我不会说叫你脱的，啊，就是因为脱下来没办法看。那我们小野大家的眼睛啊，我们小野的哈，都是都在半夜12点他才会解脱。啊，如果想要观赏的话，要跟他敲敲门。喂，哦，可以吗？开开玩笑哈，哎，咱来好朋友哈，大家哈，听着麦克风，赶紧吼，赶我来，今仔咱嘞吼，电话也不要接，大家拢非常闹热啦嘞。阿哥刚好是母亲节，大家都庆祝母亲节哈，那请妈妈来吃饭嘛哈。是的。啊，不妨到我们哈，哎，大众爷庙哈，那大众爷庙内底哈，啊，甲咱参拜者，哎，当保庇恁。到一家大小拢当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啊！来，谢谢感谢啦哈！哎，我那刚刚你逃一点来，真的，所以我好想后退哦。我可以后退吗？我们可以退后一点，但是退后一点那个来宾哦，会感觉没有那个这个造型要靠技术的哈，好像差很多。然后没关系，防晒有没有多擦一点？啊，有有有有哈，防晒规条拢甲抹落，嘿，绝对用吞的呀，用吞的吗？用吞的，唔够会假着啊！现在防晒都是做那个如意型的，是如意型的吧？哎，喷的，看你要擦哪里都可以，喷的哈，稍微喷到别的地方去啊，真的，擦要有风的时候喷啊。啊，比较有风的时候喷就对对对对，喷的时候，那如果说我没有带钱，摇一摇，有没有使用前你们摇一摇，可以啊，摇啊。然后我最好是站在你旁边，我都不用买都。然后喷的时候风吹过来，真的，然后刚好可以享受，好不用钱的。那还有我们的小野哈，皮肤真的很刚刚好，也不会太黑，也不会太白。最近黑了，最近哦，最近太阳哈还是还好。前几天天气比较阴天哈，有点下雨哈。是下雨天，难得今天天气这么好啊，大家哈赶快出来。我那跟你讲，我都变国语了呢。嘿呀，哈爱讲台语，你爱讲台语的，台语咱的好朋友哈，哎比较较听啊，比较较亲切啦。不是讲伊听无哦，嘿，比较较亲切，有亲切感哈。然后我们的面对面接触，感觉哈没有那个的自在啊？什么自在你知道吗？自在哦，非常的自在啊，好自在的。我错起，我什么东西没自在？我你想想，
我比较稳，可能我跟那里风啊呢，啊个里头拍的哈，讲出来话哈，有时候会经过那个风又吹过来，啊，所以讲哎，个变鬼啊，那不赶快了，来，好了，开个玩笑，丢丢丢，啊，咱大众爷庙来种神哈，哎，大家拢会当里内底家己参拜哈，啊是咱有经过这所在，啊来电位啊这，啊是半工来哈，一定来内底参拜，咱的种神拢会当，啊有求必应，和你求财得财，求你得利，和你大发财哈，啊你想什么就什么哈，人讲啊想什么就有什么，是，嘿，按那个神明多能够如愿。一定的，真的啊！啊你刚刚啊去拜拜的时候啊，那有感恩心明讲那无？啊，身体健康啊，一样啊。嘿，身体健康，哎，我不给不比你更好啊！我来赚大钱啊！好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。那谢谢你哦，丢丢丢，让我听到你你在跟他讲话啊，都知道你想什么。哎，有的哦，他是要求身体健康啊，有的是要求哦，哎，赚大钱哈，赚大钱。赶紧的，赶紧的，敲我来哈，来，咱的好朋友哈，咱的神仙来得赶紧哈，咱大众也庙啊，咱的啊庙前。家哈叫伊啊哈压来坐，哈，一下我来遐拢未拍到日头，哎，变成阮两个拢咧烤干啊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啊，有时候哦，真的有时候故意要去晒太阳，我跟你说，哦，晒晒太阳身体也是蛮健康的。对对对。哦，有时候我们要晒个太阳，哎。不要天天都在吹冷气哈，有时候要晒个太阳也不错。像我一天，我一年四季都中暑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太那个冷气吹太多了。然后没有也没有难得出来晒个太阳就中暑了，可能有没有就是做完场然后开车吹冷气？哦，对啦，因为汗没有擦干，对，就很对，然后气孔已经扩张了，对，然后刚好风吹过来，然后就哦，差一点点感冒。然后感冒哈，哎，那感冒中暑是这样来的啊！你台中好去拜拜哈，一定保庇你哈，哎，身体健康哦，好你嘿，好你看你别丢什么都无安的丢六合彩啊，然后是得到那个哎一百万，一百万现在不够了，要一千万，不够，像发票哈，有中就好的，对，有中就好，我是觉得哈，要满足哈。哦，要满足比较好。那我们继续安排什么歌曲？对吧？女王在哪里？女王在后面下一位、啊。看到女王要下跪哦。然后你要当女王吗？啊，女王不是很好当的、哦。真的。可以。然后我们的好朋友哈，哎，跟贵人哦，好来，咱的大众爷庙，咱的广场，来欣赏的咱下晡一场，咱的可能直播啊，伫下晡三点到咱的五点半哈，赶紧哈，邀请咱的好朋友哈，听着麦克风邀请，赶紧来咱的大众爷庙来听啊，咱的广场啊，咱欣赏的咱今天下晡啊，咱的一场可能直播，非常感谢大家啊，来面对跟啊，真心参拜哈，让咱有求必应啊嘞哈，啊，保庇大家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哈，相信今天的大家都有创。妈妈来，对哦，哎，他拄啊够一位，哦，因家的人拢甲哭来，哎，啊哭来吼，啊有诶，啊过去踅街，有诶阿伯阿来到家，等等就会到了，对，因为我们的哈渔港哈，哎，有诶去看海，其实吼，那阿伯阿伯阿叫到海啊，免去卡，免去掏钱啊，只讲咱这边，后边的风景嘛未歹啊，嘿，还有一个彩虹桥可以看，哦，不错不错，真的，对哦，啊，咱今仔日哈，哎。咱的素芳，哎，咱的好朋友哈，大家拢有来到现场哈，只是讲有诶早起来，有诶下晡来，有诶等下才会来哈，不要紧，啊，咱哈只要有来到现场啊，咱来得跟哈拜拜哈，让咱保庇咱平平安顺顺利利啊！你甲看咱的右手边，够准备点心哦，大家响应的。对哦啊！哦，你甲看哈，肚子饿可以去那边。好，给咱的注意，咱的管理委员会哈，对咱的哈好朋友，老非常的听谈，非常服务周到安尼。嗨。哦，给咱大家不多要安尼。哦，你太多，你跟着吧。我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如果还没吃的话，等一下可以去享用。好哦。哈，哎，好多的料理，这么多哈，汤公公，嘿，拼车到咱一流的中埔西办的呢。哎，甲咱头家同款吼，哎，同款顶到名声会更加出名嘞吼。啊，办嘞吼，咱嘞色香味俱全呐。虽然吼，唔是打出，伊一概拢给盘出来。安尼，咱嘞食啥物拢会使看，是刚刚好啊，不会说等一下吃太饱了，然后有些还没吃到，没关系，我们哈可以慢慢来哈。来，一方面来欣赏我们的节目，一方面来用餐哈。来，阿个来改完的小野哈，拍拍手来赞一下哈，哎。给一昼夜忠实观众啊呢，今天的忠实观众也不是说普通啊哈，哎，你看看人头前这样弄中国也摄影师，
十个应该有吧？有十个吗？有没有？有吗？有认识的吗？十二个有啊。那有认识的吗？有没有认识的？有诶、欸，好多、哦。我知道哈，我们摄影师哈，里面其中几个还会跳我们的舞蹈，我们晚会的舞蹈，真的那么厉害、啊，蛮厉害的。哎、欸，经过有训练过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在讲谁？相信你们自己知道了哈。哎、欸，只是说有时候没有讲出来哈。哎、欸，我相信有的人会误会说，会不会在讲我？是你吗？是你吗？我知道你其中一个，然后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哪一个，哎、欸，忘记了，嘿、欸，然后 Viking 哈，哪一个？哦，站很高那一个啦。哦，这两个啦，哎、欸，这两个哈，我知道你们是有偷偷去训练，对不对？我给混人哈，啊、哦，然后我没有训练也看到会，真的吗？没有，那个节奏都刚刚好，不会太快，不会太慢，配合度刚刚好。那个妞妞的也会嘛，哈，四步的会，然后恰恰嘞，新的恰恰会不会？如果不会要加强一下，对不对？嘿，我们的妹妹有的心恰恰还没有全部很熟啊，所以要练习就要先练习旧恰恰。嗯，哎，新恰恰比较复杂一点，比较复杂一点。你会跳新恰恰吗？不太会。对，不太会。要在排练中，没关系，慢慢加强哈。相信我们现场好朋友们啊，一起来做运动，一起来跳跳舞哈。哎，对身体非常的健康哈。哎，非常健康，袂歹的地方啦哈。来啊，咱即马咱好朋友有诶吼，阿伯来到现场，要给咱歌唱再多给咱安排，什么歌曲？阿伯去准备，因为要解脱的时间哦，准备好很久了。摄影师哈，这时间拢咧等这时间啦哈。哎，奇怪，那穿啊久啊啦。那拢还没烫钱，你还钱啊？哎，我是在开演唱会啊，演唱会啊，唱一首秋一件这样子。那以前歌手都做很多件，很多套，然后还有手套的。等一下，第一首、第二首就脱这个。现在我们都简约风了，现在都是简单风，简约风。因为哈，以前的礼服比较贵。好，一套都要上万的，对，好，然后现在的哈都是哎刚刚好，不会让你破费啊，然后那个哎这个携带方便，很轻，携带方便，对啊，就是带出门只要小小包就可以塞进去的，好像不是不是携带方便吗？孔雀饼干不是携带包，孔雀饼干携带不方便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它只要没放好，去折到它就断掉了。就断掉了。你这个都不会断，你这把它落落的，跟它剪彩啊，那金金耶哈，等一下拿出来一样好。又恢复原状，好像会变魔术一样啊！的啊，变干呢，碎碎碎啊呢哈，成为那小野感化呢，碎碎碎哈，哎，跟它无看无清这条，跟它那无清这条碎碎碎。无，后边要穿，后边有人要穿啊！哎，那个碎碎碎哈，哎哈，大家趁钱啊，趁水，不要紧哈，这条歌等下再给安排。啊，当然有人也要唱嘛，会吗？你们会唱吗？他们只会摄影而已，他们都不会唱。专业就是他们专门在摄的哈，哎，但是要摄准，不要乱摄哈。哎，我的意思说拍摄要拍准哈，不要拍歪掉了，歪掉。上次有一张照片，哎，怎么有一只大腿？那是不知道是谁的，没有照脸，看谁要来认领啊？没有照脸。我想大家都在猜这个到底是谁的腿？是谁的脚？哦，这么漂亮，这么的美。然后是谁的脚？谁的内裤啦？我只要剖出来，然后大家都抢着。说是他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很美。那如果很丑的话，都没有人说是他啊。因为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。然后如果说，哎，这到底是谁？哎，这好像是我。每个人都会说好像，好像，因为怕被人家揭破，对，揭穿了，所以就。干脆哦，哎，有点自信又有点哈，不要太承认这样，刚刚好这样子。来，谢谢哈，咱的好朋友哈，赶紧的哈，你来来电影哈，咱的台中爷庙啊，来一下欣赏的咱的下晡的可能直播哈，较紧的哦，哎，人讲哎，较紧的看头前哈，拢看会到安尼，哦，万来你就兼看一半呢，你就会眼油安尼哈，啊，来好看的哈，拢尽量来呈现让大家来欣赏哈，啊，不好看还包灯家己看，啊，不过阮今仔日出门，不好看拢遮起来。所以你是从我跟那拼起来拢好看，嘿，无好看拢点到看电视，啊，去看电影啊，黑啦黑啦黑啦，那看看电视。